亲修行，无啊，我也冇看过伊。哪里有甚物跳出你的姻缘呢？丁三，你当着的不可能是四英娘的老母，伊的父亲跟伊阿娘早就亡故了。弟子家公，你看伊的品貌袂歹，才收起来做客的囝。是，也是为着你好，所以回家加一名勇将啊！多谢，多谢你的美意，
咱来借问你，这情色一路上，你若果看到屁毛未歹的少年家，你是不是拢准备给修改做客件？这个现象的改变，我四点钟可无愿意做，愿的话。求车无怪，我绝情哦。你这个囡仔，搁还小只只糊糊呀，哪会搁闹出事故？想看卖，听老千说，保佑伊才请莲花来救你的命，搁领兵攻破白虎关，你竟然要休妻，你娘要甲阿娘气死！别讲，你来生气哦！我知影我袂生气，我早就知影讲你会阁生气，我这个老听的，啊，你何必来拍拍两支脚步，动作要等车人、车子？我说明啊，坐喺顶来饮我的烧酒，嘛较爽快。别讲，这次害你，又阁做莲花休。确实是你无可能。但是英英表面虽然是母仔称呼，啊，不过因却暗中互通私情。这四英英老母亲自跟我讲的啦。哎呀，英英哪有老母啦？相亲查某，唔接落草为寇。当时原谅我要收伊做儿子，才劝伊弃邪归正。我甲杜仙童在伫咧旁边啊，是亲目睭看见的。那是伊甲四英年串通好好，故意要做予恁看的啦。以后伊唔再让借这理由见面。你，我这个老天啊，食到七八十岁啊呢，怎么目睭去看到喇叭，真假分不出？算讲因两个串通啦，我这个老天啊，叫骗去啦。连恁迄个诸葛孔明、杜夫人也煞叫骗去是。老夫人，我当真要真来清洗，求为你，我叫你赶紧去给他做事。丁山啊，你这个祸孽去太大了。
出去哦，心慌乱，一条红线来陪坐。情绪，叫我这个做伯伯，怎对得起你的阿娘嘞？是啦，是啦，我这个红人公啊，为要对你赔罪，我跟你来去出家吃菜，剃头做和尚。丁三一定会回心转意，你若这么要落花，伯伯只好跪落求你，伯伯。你我始终不弃，爸爸。你我今生爸爸命，人面无光。
这条江波涛浩瀚，寒空倒漫，是啥物所在啊？哦，起兵龙乡，前面是寒江，这条江过就是寒江关，咱要到白虎关，只有还过两百外里咯。完了，完了！何林探案，带上来。是。求官求天朝皇帝伸冤，你有什么冤情？小女子乃是皇上的面貌，哪会甲花无痕这么相像呢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范求官，你既然难以喊冤，为什么又阁唔讲话呢？启奏皇上。小女子乃是寒江关守将范宏的侄女，小女子本身并无冤枉，也毋过当只范丽花却受了天大的冤枉。范丽花已经奉旨甲谢灵山完婚啦，是变哪会有天大的冤枉呢？皇上。东家虽连归带动，大比西九是家龙，秋光无数故意中，红雄出地爱兵工。大胆，小狐狸也敢来皇上呢？云西丢可分量，大人将我做分量，云西丢可分量，东家功劳随地情，东家功劳随地情。兄永璧，桃风艳处寒江关，李公一何西顶山，三公亲兵会多半，大军通过火焰山。心胸，我会何不
人，我人也难来做主，家务之事是断不清啊！皇上，恁做主是要叫啥人做主嘞？莫非爱东家冤沉海底，一世人受点的空门心？讲什么？反正我要入空门。董家决心代法修行，因为伊是第三次被谢灵山修理啊！大大包天的谢灵山，方知缘分更加羞耻。听无懂？是啊，反正我那是公事，去用谢灵山修理，难怪当初定了王爷将伊囚禁在土路中。这一摆，伊连店的旨意都无看在眼内，店绝对袂用轻易撩伊。